36到38，不停在推迟。那你现在要不要把那个年龄再往上拉一下？推到不能推的时候了。那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的话，就觉得还是可以再往后推一点。那请教一下，你有冻？请教。有冻卵吗？因为你知道科技很发达嘛。科技有发达，你觉得作为一个潮流人会不做吗？啊，所以做。好潮啊，这件事情。对，已经做了。觉得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所以我觉得是挺健康的，为了你将来的一些小 baby，就是健康一点，觉得是挺好的。那我再多问一点好了。再问一下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动很多颗对不对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还好了，还是蛮健康的。对，还想动。还想动。弄到不行为止，嗯，还行吧，对，没有想到是男生想知道，啊，因为我们都关心你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幼年才见到你这样，哥吼，基因，对啊，对啊，去年，需要打针吗？对啊，要，印象中打几针跟我们分享，好多哎、欸，有超过10支吗？有啊，每天都要，对自己打的，对啊。你不是去医院啊？不是啊，因为去医院很烦啊，有时候我在外地啊。哦。对。腿那边打，你就带着一堆针，然后时间到就自己打。对啊。啊，帅不帅啊？那刘大哥会帮你打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的助理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讲哪个刘大哥？就是不姓刘的。哦，不是，哦、对，那个大哥不姓，就、哦、是大姐来的啦。哦，好。好去年是什么契机让你想要动做这个动？其实就觉得，我觉得就让自己身体的状况是最完美的状态里面做这个事情，就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。然后也觉得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非常的普通，在现在就觉得不要让那个东西影响到自己，然后做一些就是错误的决定，这个我觉得非常值得鼓励。然后明天就是这个做那个头版啊头条吧，对吧？专辑还是会提啊，就是还是要提，这是最主要的。所以